어, 지녔어. 这 卡的有点稳啊，那我就选E。他很难吃到，他只能靠 Q 吃的。早知道直接减速 A 了。A 这个。 这个远程兵，扛了下塔，为什么呀？我不理解为什么会扛塔呀？防御塔 A 那个小兵的时候，我才E的呀。这波拉扯防御塔没拉好。 真的假的？哎，真的假的？这就直接来抓吗？我这波扛了下塔，如果能，我扛了148点血，如果再给我140点血 ，Q A 点燃 A Q 他就死了。哎，这塔扛的。 这猴子速三抓人，好恶心啊！这玩意儿卡这个速四啊！他为啥不上？ 杀不掉吗？卡特上去了，哇，螳螂被嘎了，还行，没给卡特拿人头。 坏了，有百子兄弟，打起来，nice， 还行吧，吃点经验，漏两个兵，但是我吃了个人头的经验。 啊，你没意义吗？可以打的呀。 坏了，兄弟！
你别怕，兄弟，随便打的。他为什么这么怕呀？哎，我好痛苦啊！这剑姬残血，他把剑姬 W 骗出来，卡特没大招，我不杀完了吗？他为什么这么怂啊？我打卡特真的好打，但是被抓了一波，没办法。队友又不舍得去卖。我跟你讲，就算他这波 W 被剑姬挡了，我也杀了。我有大招的呀，剑姬那点血量没有用啊，剑姬没闪现的呀。但是他不想先上啊。就算这样，我打卡特还是好打。他刚才那波上，真的我随便杀的，信号点烂了就是不上。这卡特三个头，我还要压他线，去拿线去，我也太不容易了。猴子不在，再吃一波。算了，不吃了。我打卡特，他这波拿三个人头。他拿三个人头，他也不敢打我，你知道吧？我英雄就是 counter 他的，他没办法。啊，这把还要靠我吸，这把我们的阵容得靠我吸。上单这么烂，打野又不帮，就只能靠自己吸。哥们儿，你这还要去蹲剑姬啊？你帮我蹲不好吗？还行，哇，这波得蹲炸了。上哪找这么好的中单啊，兄弟？被抓了一波，还一直比对面，还一直要游走帮他们的，而且还有线圈。像我这种中单。很难找啊！这把刀还压着他，哇，他被嘎了！先给下 miss， 卡特 miss 了，哎 ，no！ 哇，他这样子越的，这卡特过来不杀完了吗？好抽象啊，这泰坦，
他这么上的前提是他得有秒表，他连秒表都没的，他凭什么这样子上？盲僧打卡特，高中生打小学生的，吃你大脚！这猴子有点慌啊，惩戒到我身上了，他应该没大吧？哎，这塔皮我没吃到，你好讨厌呀，这猴子！他刚那个泰坦那样上的前提是他必须得有秒表的，他没秒表，他那个样子上就送啊！而且我点了 miss， 你知道吗？我是点了 miss， 他还这样上。看到没？我打卡特就很好打的，我有一点优势，我就可以一直滚雪球。坏了！他以为我有大招呢，猴子来了，我看到了。这猴子帮卡特缓解一波压力。这对面中单双人路呀，我把这猴子下来，嗯，压迫感 Q 到交闪。你看我给地面卡了多大压力啊！这猴子还一直这样帮他，但是有用吗？没有用啊！怎么辅助又来了？二下呀！后面闪现，我靠，哇，盾弓，哎，别怕呀，太怂了，你知道，太怂了，这个人。为什么赏金做盾弓啊？有点难玩。我都来了，你还搁那儿逛街呢？啊！我靠！我跟这波我都快走到仙姬脸上去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还在那边逛街。啊！他刚才没交 W 吗？我眼神出问题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刚才以为他交 W 了。废话，我要位置他没给我，不然我玩盲僧中单干嘛？
这个鱼是真离谱呀，我都快走到对面舰机脸上了，这个鱼还在那边罚站。哇，它一这么痛啊！哎，还得靠自己打优势，好累啊！这盲僧中单真不好升呀，不像打野，打野能做很多事情。我把塔拆了，把剑姬回家了。来这么快啊！哇，我能再 A 一下就好了，但是我把 AD 宰了。那上路怎么办 ？CD 不太够啊，我如果E好了，我还能把卡特给拍死，这波有点可惜。剑姬单吃了个600，好肥啊，剑姬。nice 呀！我靠，这波关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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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关键！大哥打龙了，漂亮呀！站出来了，卡这个。OK，新食堂了。这鳄鱼就硬逛，你知道吧？从上路吃石头人，吃完雷雨来下路吃石头人，这鳄鱼就硬逛。他这波去上路拆塔多好，队友把那两个人杀了，这波他都不用下来了呀。从上路吃波线，然后吃个石头人，再来下路吃，然后再吃我两个兵，然后他再逼。我不知道他想干嘛、啊。跑了这么远，就为了吃我两个兵。卡兹克这波立大功啊，挺会找机会的卡兹克。坏了，我被晕了。Nice， 哼哼，好起来了。这边剑姬有点急，你知道吗？剑姬厉害的是带线，他现在装备还没那么好，打团的话，打团的话，给的压力没那么大呀。他这么飞的剑姬连死了两波了，我们这边等级都跟上来了，甚至我还压了他半级，一级半。
卡特个，再不让我杀，把猴子杀了。坏了，卡特个反应好慢，没溢出来。 两个睁眼，我玩盲僧没睁眼，我真不会玩。盲僧这英雄不带睁眼，真不会玩。唉，这波可以把猴子单吃了。哇，好多人！ 交闪现想嘎我，我先把龙魂拿了，买个表吧。 没钱买，刚才没钱买。这猴子好脆啊！这猴子，哎，我们这边就一个 AP， 他为什么要先做个大影魔刀呀？太稳了吧你这个！ 我本来以为这猴子很肉的，你知道，结果我打他，快把他杀了！我靠，伤害真高啊，这剑姬，戳的我好痛啊！ 结束了。嗯哼。
装什么逼啊！坏了，我把队友害死了。 这波其实是我的问题，我踢上去了，但是泰坦看我战绩好，他只敢点恶意，他不敢点我。这波其实是我的问题，哎，不该踢上去的，不该踢上去的。我没有看到队友在打大龙，我的，把蓝吃了吧，挺需要蓝的。 买个选手吧，团上了，团上了，上路二塔还没推呢。他可能觉得鳄鱼的战绩不太好，他点鳄鱼了。 这把不需要出 AP， 李奶奶的走，可以一波。哎呀。